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Max 的谢天一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公演，谢谢。谢谢。然后，我的企划就是，刚才宋先生已经说了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是睡遍。你也想卸妆吗？不，是睡遍全世界的五星级酒店。就不是，我也想，不是有酒店，和笨笨一起睡遍，然后我一起睡遍世界上就是所有的五星级以上的酒店，然后酒店包含那种豪华套餐的那种，然后行吧，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，那你如何证明呢？你是他少出了最重要的四个字，和汪嘉黎。就没有我们什么事，我还以为要想和我呢，和李章，你心里有点数吧，还和你。对不起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你真的心里有点数吧？结束了，队长。谢谢大家，好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